我清修，又是只猴子。施主，不如放下棍棒，也同我学点佛法，如何？ Thank you.
正是他，这般妖物鬼状异形，我得带回馆内好生琢磨一番。小结识，你我相识一场也是难得，不如再帮我一回，将猴头留下，我好与师父交差。 这些凡夫俗子，不自量力，此番下场，都是咎由自取。你不一样，这天地间的毒物，轻易要不了你的性命。这东西好生收着，快去救他吧。 困在那里，想必生不如死。从小看他长大，我下不去手。
Run!